Model Y 电动遮阳帘安装教程：二、固定电动遮阳帘。拆卸安全气囊固定螺丝的后三颗，左右两边同理。拧下后梁左右两颗螺丝，取下主副架上两个探头固定螺丝。注意后排座椅需要倒下，倾斜角度才可放入遮阳帘。合作把遮阳帘预制顶部，先用原安全气囊螺丝固定后部，左右两边同理，以及后梁上的左右两颗固定螺丝。 前部副驾上方使用支架固定，注意此不仅副驾需要。主驾先安装回原车探头设备，使用自攻螺丝固定前部八个螺丝位，如图所示的八个位置，以及后部电机下的两个。安装回原车副驾上方探头设备，安装主副驾门上方固定支架，注意这里区分左右的，包括小支架和大支架，注意 B 柱上方位置。 新款车需要自行钻开塑料，里面是自带螺母的，在 B 柱上方安装小支架，左右同理，最后在左右四个支架上贴上海绵，此步完成。